啊，到老顶家乡公婆乡上最乡隔离包了。今要交我单，稍等下。啊，交嘞，这条麦到去也无要紧啦。好，第二天有咧行就好，这条咱唱过哦，你交我单就好啊。他住的是约翰·斯特劳斯，细汉迄个人就小约翰·斯特劳斯的吉普赛男爵，一个男爵放吉普赛，内底一出序曲叫做《是谁为我们征婚的你说》安尼吼。啊，美国的出电影1960的款吼，叫做《翠提春晓》。这出电影内底主题曲叫做《When We Are Young》。头一条歌叫做《当咱少年的时阵》啊，哦 ，When we were young， 笑死啦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杨贵先生吼、哦，看这出电影了，吼、哦、啊，直接把迄翻作台语，这无什么奇怪，可能是因为伊安尼翻吼，啊，尾啊迄个文戏吼、哦，叫影响到迄款吼，文戏翻真侪日本歌拢直接对迄个日本的翻过来吼、哦，什么《彼边山》迄条客，啊，这台语会使吼，什么《彼边》迄。一只大鸟哦，大鸟，大鸟，其实那是日本话啦吼。迄庄老师讲，庄老师听啊，有时啊对一点对啊。咱50年代就专辑的日本歌吼，足侪拢对啊翻过来啊，无也免倒鼓，也免押韵吼。我笑话讲了，老电话好未？好啊，啊未啊？啊不管啦，要唱这条，这条用 DAT 录好啊，来。但是吼，伊头第一条是1939台湾的老歌嘛吼。第二条是农家和政治宣传曲，第三条是这个阿祖少年迄当时这个古典名曲啦吼，佮毛即款的啦吼，听看卖。